死对了，好马匹复杂都比较齐啊，现在走在最前面的一匹马，应该看到是五号的，一号马从内栏现在走到最前面，那么外栏的马是合力公主，再往后看，在第三叠呢是胜利源泉，第四叠才看到的这匹八号的浪漫勇士，目前走到最前面是六号的胜利源泉，走在第二位呢就看到悠悠我思，另外呢包括的匹胜利源泉，还有一匹的鸿雁就走在最前面，后面包后的马呢包括合力之星、忠诚奇迹，那么都在后面这一群，那么走在最前面依然看到是这匹的胜利源泉呢一马当先，走在最前面走在第二位的合力公主，的第三位的是悠悠公主，第四位是鸿雁，那么后面看上去去呢再看是包括是合力之星、莲花光芒、浪漫勇士、悠悠我思，包括在后面这一群，好，走在这前面赢一个马身位，对面走在对面直路阶段呢依然看到是这匹胜利源泉，果然不负众望一马当先，走在第二位的鸿雁，在两个马身位之后才看到鸿雁，后面鸿雁后面的马匹呢包括是合力公主了、忠诚奇迹了，包括还有悠悠我思、浪漫勇士、莲花光芒，走在后面这一群，目前走在最前面依然是走的冲在最前面的是这一批的胜利源泉，来自中澳国际的马匹呢两个马身位之后再往前冲，走在第二位是鸿雁啊，是今年在咬住的大概是三个马身位之后，后面再看到的八号的浪漫勇士，包括还有一批就是悠悠我思，四匹马是走在前面，后面包括合力公主、莲花光芒、忠诚奇迹都在后面这一群，好，大概做到顶路弯位，准备进入最后一个赛道，最后400米的冲刺。那么目前呢，胜利源泉大踏步的向我们走来。现在这匹马呢，基本是没人和他追，大概赢了十个马身位。之后再看到是鸿雁，这一场赛事胜利源泉果然马如其名，顺利的应该攻下了这一场三岁纯血马国产纯血马赛事。这一场赛事呢，赢成了一条街啊，应该是不用打边了吧，顺利过终点。第二位是鸿雁啊。